喂，我是吴继勋，现在是下午5:57，今天是6月26，2010年，下午是在台湾，台北市荣民总医院，现在是已经是黄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大厅，现在刚好是下雨，下了一阵大雨，现在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在等这个最后一班那个公车嘛，外面雨下得非常大，从镜头上看不太出来外面下大雨今天刚好是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举行那个反 ACPA 大游行我们非常谢谢民视新闻的刘兆阳先生还有三立新闻台的报道一般来说起来这个反 ACPA 它主要还是诉诸于这个台湾劳工的立场，就问题是他的老板可能想要溜到中国大陆去生产东西嘛他可以免关税，然后再卖回台湾或卖回其他地方基本上还是诉诸于劳工的直觉嘛到我们听说是说政府想要对劳工政策有所补偿嘛但是政府现在没有钱，然后也没有什么大的计划对这个整个产业变化情况怎么样照顾这个受伤比较重的这个劳动阶层这个没有特别说我是吴继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可能最后一班交通车可能从龙总会开出来下大雨，很多人就是就要回去了嘛所以这边是刘国芳刘小姐还在吃哥哥他们现在下班了。对，哎，刘小姐你好，嗨，那是我爸爸，我是吴继勋从台湾台北市荣民总医院发出的报道，谢谢。